台南永康区农会为了庆祝永先农田等首馆成立两周年，在月二十八号将要举办幸福农产成果展活动，现场将会展示全国各农会的农畜产品，以及在地农民所生产的成果蔬菜。活动当天，各有农畜产品免费提供民众品尝，欢迎大家做伙来到劳力。台南永康区农会永先农田展售馆为了庆祝成立两周年，是伫十一月二十八号要来举办幸福农村成果展活动，现场将会展售全国各农会优质的农业产品，以及在地农民所生产的成果蔬菜。有遮附近遮渔会遮，因要来龟头刀含咱的龙胆石斑，啊，搁有咱遮的平湖海产，吼，啊，有。蚵仔寮的现捞啊，当日掠的海产，因要来遮推荐，遮的青龙、小龙，主要伊要来回馈因咱多年甲农会、甲因培养、甲因发展，啊，因所以因嘛有准备当日的电视以外，因嘛有准备一寡遐的青菜、蔬果，要来赠送予咱当日。有来参加，有来捧场，才会咱主要的好朋友。另外，伫当日活动，总干事也表示，除了龙溪山特别会以外，各朋友深海鱼、西丽河米、林边龙胆石斑、小琉球鬼头刀、古早味咸水薏米，而且多只西到现场做料理，来免费提供给民众品尝。咱的咸水薏米啊，吼，因本身因嘛要派因遐的老师傅来做。来炒因咸水上古早味的诶咸水薏米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大家会当来甲试看卖，啥做咸水薏米啦吼、哦，古早咸水薏米，啊，所以这原来拢食免惊诶，吼、哦。伫幸福农村成果展，农会表示会展出农民以及新农林辅导、树建会会员培育、甲进班、亲自 DIY 推动的成果。并且当日伫展售馆，只要买满500元以上，将会赠送小柑仔米一盒，以及闯关游戏，要让民众有食，阁会当享受优惠。欢迎大家伫二十八号来永康区农会广场参加斗热闹。记者萧建伟，永康区采访报道。